去。巴拉巴拉巴八点了，另一位在哪里？到底要多久？我出现了，没有出现，又在骗。你在哪？不是，又在骗，没看到。我在你后面，没看到。我在你后面。巴拉巴拉巴，今天我们的狐狸时间又来啦，露米。完了。怎么了？今天要继续破坏。破坏你不要乱破坏。我们目前累积24颗钻，这一座岛还有4颗，我们应该没问题吧？应该没问题啦，我觉得我今天应该可以。我们今天目标应该就把这座岛剩下4颗找出来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再去别边玩。再去哎。这里有一个是什么啊？我们已经有一个是显现的，可以查一下哦。我们有要把这边给弄掉吗？还是石头再来？什么把这边弄掉？把它里面商店全部买下来吗？还是之后再来买？慢慢来吧，我们也只有2个嘴巴而已啊。好哟好哟，跑跑跳跳看看还有什么东西没有买。这个是海滩呐、啊，哎，对，我们上一次外面。还有很多地方还没有去，迷宫也还没。对，迷宫。走啊，来看看迷宫。好的，我来了。你还会发了？我已经看到了，钻石就在迷宫的终点。终点啊！那我们迷宫的起点在哪里呢？哎，好问题。哎，它可以偷吃吗？不行。不能当偷吃狐狸。狐狸，狐狸不就爱偷吃？有啦，那个起点我看到了，起点在这里。哦，那我们就来接受挑战，狐狸，人呢？狐狸在这里。我往右走，你往左走，看谁可以先找到。好的。哎呦！我觉得不是我这里，就是你这里啦。是不是骗我了？我觉得你好像把它给拿走了。拿个鬼啦！拿走你也会看到啦。脑袋是长在哪里啦？我的钻石是不是就是老师拿走的？脑袋到底长去哪？这个迷宫，钻石还没拿到，就在那边呛。还行哦，大家都可以看到，我是往那边走啊，另一只就不晓得在干嘛。另一只说你往左走，我就往左边走啊。什么叫我往左走，你往左边走？我叫你往左走，我往右走，右边一开始一下就没路了。哎、欸，哎。所以铁定是在你这、欸，你自己只是找不到而已啊！我看到小白在高歌离席啦，你过不来的啊！我这是绕一大圈，哼，我直接看破他的迷宫思维。确定你看得懂？哦，我是不太确定我看不看得懂啦，但是我一直感觉到啊。我是往终点在走的啦，我就不晓得另一个海要多久。我往另一边越走越远、啊。获得开始计时，我们就在终点等露米。计时开始。先不要，先别等我，先别等我。没事啊，我们就来看看你到底会多久啊。现在已经计时了。我就知道我离去哪里了，我是谁，我在哪？狐狸表示。不理我，连原路都走不回。Easy game 啊，大家。那关键还是一样，就是这种迷宫，就是你可以靠一边走。那我除了靠一边走之外，我还有我的鹰眼，直接看透前方。所以我走的有没有？飞快无比啊！狐狸没有鹰眼，狐狸的眼睛有点小，狐狸只有眯眼。你的脑袋也很小。狐狸是眯眯眼，都走狐狸。尊重狐狸，尊重狐狸，已经等你40秒了。
狐狸狐狸狐狸一开始就在各种的弄表，我现在已经撞到头部血流了。哦，是哦，在你说完的这一刻，哎，一分钟过了。啊、先不要、啊，时间是不等人的、啊。我们可以从负的秒数开始，哎，负的。那你就好好加油，我看看有什么好玩的可以玩啊，赚赚经验。好啦，我去打一下那个好了。狐狸，狐狸好黑。加油加油加油！无声很难。我们现在就是全部人陪露米坐牢，就看他到底要多久。狐狸表示。不要在那边滑手机了，好好解迷宫，很大声，好扯好扯。谁滑手机？放下你的手机，谁跟你滑的？那、欸啊、不然我要干嘛？不是不出来了。哎、欸，不是说要解找东西？哎、欸，我，哎、欸，我在终点啦、欸，我已经拿到啦，我就在终点等你啊，看你要多久啊，还要再重复吗？我在终点啊。你终点个屁！终点，那你开门呢、啊？你开门呢、啊？啊，我开了。你没有，你进去，你根本是走回起点，再给我回去重走一次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走回起点了。现在时间经过两分半，露米走回起点，不晓得在干嘛，给我再一次。我直接走回起点了。你连贴墙走都不会走，哎、欸，好猛哦、喔！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我觉得我能够走回起点，我也好猛哦、喔。一点都不猛啊，就代表被拐骗烂透了。觉得我超强，我怎么能走回起点？不雷到爆了！这蘑菇，我刚刚不就看过你了吗？蘑菇，蘑菇，到底要多久？小狐狸想要出去，老师救救我！现在时间经过了三分钟，露米。接着右边走，有没有黑魔法可以用狐狸头把这个玻璃三分钟三分二十秒。一开始就心结，这没有心结啊，就是那个人不晓得在干嘛、啊。我们就全部人陪他、啊。其实老师是醒着，露米迷路之名。行，刷经验知识卡住。那、啊、你没有你自己不跟上呢？你叫我、哦、直接过来一边啊？对呀、啊，啊，我一开始也讲了、啊，我那条是死路，我马上转回你那条。哦，都没在听，去看我的 VOD。老师，你可不可以再走一次，教我走一遍？这样我就知道啊，我就已经讲了，贴墙走就是一个绝对可以做的方式了。哎、欸，我刚刚贴墙走。没有，那就代表你贴错啦。你呀、啊，你这边贴左边走一走，哎呀，换一个好了，贴右边。嗯，那不走回起点来，难怪。贴右边就走回起点，哎，八股。有就说迷宫这种事情啊，好不好？绝对没什么困难的，你贴着墙走，一定可以的。你贴着墙走。就可以走回，你就是一定没有完整的贴墙，你就有几遍你就是直接漏掉，所以就走回去了。左边乖乖的贴好。我乖乖，我整个人都趴在墙壁上，那个玻璃都擦得一干二净。那怎么会走回起点？哦，问这个迷宫，他是不是偷偷变？那我现在去看你的 VOD， 如果有问题怎么办？反正很闲啊，我现在已经等了五分钟 Lumi 超爆五分钟啊，等一下就躲等，一直都在等了五分钟，就没有，我是为了老师的着想，想说老师经验刷不太够，很够，已经最后一关了啊，那你先死一下再重新刷，是不是欠揍？死了就可以重新刷一遍啊！并没有浪费体，这样子是不是很棒？到底要多久？
贴着墙没有很难打完了，没了。啊，那么示范一下，我把鼓回来了。我看到远远的，看到那边。要多久？就看广告了。不要，那广告可以看好多看看多。大家陪我一起看广告，一起看广告，全部人陪露米看广告。哎，我这里我刚明明走过啊。这不贴墙，这不贴墙。贴了，这玻璃已经亮晶晶了。你一贴左还是贴右？贴右啊。贴右。贴右，然后就是走回左啊，然后再贴右。没有，我就已经看你有漏好几个了。啊？没有，你继续走啊，你继续走啊。我只是说，我看你就是有，你没有完整的走每一边。有吧？这条路感觉是，这感觉是可以的吧？这个玻璃应该看得到啊。到底要多久？而且为什么你的画面感觉特别暗啊？你有调到明亮吗？没有啊。那你为什么不调明亮？我没有调明亮。你们快！我是调最明亮啊。哦，那你怎么还那么黑的感觉啊？应该有色吧。哦。我现在已经在看你的 VOD 啊，我在看你在到底要多久啊？我已经是最亮啦。嗯，一定有色。对啊，你看你自己那边就说你到底在贴哪，你走对又走回去啊，根本没有贴上去啊，到底是有多路痴，为什么一直跳过墙壁？露米是走一走贴右边，乱跑之后再贴右边一次哦。等一下你的观众都在这样子讲哦，替你的观众发声，气死人。听我解释，还有理由还有借口，这墙有点黑，还有理由还有借口哦，自己不好好贴着还有理由还有借口。墙有点黑，我又把古道回来的路了。来那个大家，哇，今天我们已经在这里等露米八分钟，他还没出来，他必须要走出、啊、我不需要走出我自己的路，狐狸不需要走出自己的路，他一定要走出这个迷宫。那、啊、我是先去 探索。我来了，对，干嘛呢？好，又一次的证明了 Lumi 爱说谎。他说他来了，回头看一个完全都没有。你等等我。我们直接走了，已经等了8分35秒。嘿嘿嘿，有，我看到了，就是这条路。我出来，我真的。我们经历了8分46秒 ，Lumi 终于出来了，还在那边说贴，你就是一个。一个贴，然后又不贴，不晓得到底在贴什么贴。去吃锅贴了你。啊，我不要，我不喜欢锅贴，我喜欢水饺。难怪这边都不会走。什么？哦，这里是什么？可以把你困在里面吗？好想困哦。哎，所以，哎，这是那个吗？密码吗？我觉得可能是哎。一开始有一个绿宝。等一下，我拿那个荧光就知道了。这是原本的样子。原本的样子，那、啊、换你进去看看，你可以进得更深吗？它那个后面里面感觉有东西。哦，这是关。嘿、欸，有点大。等一下，我没有准心。可以了。换你进去啊，我来调密码，不然你又不会调、啊。进去了。有。好，那我们这边接下来要去哪里呢？我就知道你想把我关在里。啊，那你知道你还进去？啊，你还不是进去了？我想说，老师要我进来，我就进来。对啊，那我们就可以走啦。哦呦，这里有密道。那我们接下来就去探寻这样的一个钻石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还没准备好。老师叫我出去。放生喽！你要确定你的铁锭还在我手上哦。哦，确定啊。你以为这种我会害怕吗？我有掉这个，我解不开来了耶。你不要骗我，第一个是开，第二个是下。我真的解不开来了耶。怎么可能？一是下，二是，完了。为什么你知道它的密码？因为
我刚刚进来的时候有记录啊。你看那个有一些乱条也是可以来啊，这里这里这里。喂，我来了，恐惧害怕，恐惧害怕。钟，他在暗示着什么？我们先偷按一下时钟，没有反应。没反应，可以直接进去吗？没有。不行，还是说他要带着时钟过来？上面有时钟哦。还是说在固定的时间他才会开？刚好交接处，哦，会不会？就是